黄志文今日就以品牌首位女性代言人身份，为维特健宁卫生乌丝素拍摄广告。佢就直言每个人都会有脱发嘅烦恼，作为演员拍剧嘅时候仲要成日染发同埋点发，有时拍古装剧仲要戴头套添啊。提到好友李思华早前由加拿大返港，正接受14日家居隔离，问到点样为对方解闷，佢就话。之前他未回嚟香港嗰阵咧，我就话：哎呀，你快啲好挂住你，想佢快啲翻嚟香港，咁可以一齐。因为我哋以前喺香港都会一齐行山啊，一齐去做运动嘅。咁佢就话翻到嚟都要自我隔离咗14日先啦。咁我话咁好啦，咁留翻你即系健健康康，大家到时一齐再出嚟再做运动咯。其实我哋每日都会 keep 住喺个 group 度互相问候啊。咁之后同埋我哋一闷嘅时候咧，就会叫阿杏儿喂 send。阿 B 啲片出嚟解悶啊，好悶啊！然之後佢一 send 啲片出嚟之後咧，我話嚇好治愈啊！佢兩個 B 真係太得意，同埋即係都即希望大家可以嘅疫情過咗之後，大家可以再 gathering 啊，係啊，都好耐冇見大家，因為幾耐冇見啊！我諗新年後我就冇見過佢哋，咁希望可以快啲大家健康起嚟，大家可以再 gathering。